这一块要好的。谁家的？Hi, Happy Thursday！ 今天我们要去宜兰，然后带小仙去打疫苗。那为什么这次到宜兰保姆家呢？那是因为这次要打的是满五个月的卡介苗。那卡介苗，我看过预防针的注意事项，我觉得它是问题会比较多的一个疫苗预防针。那卡介苗呢？来，我要看一下手机。卡介苗呢，它是主要是结核病感染结核杆菌所引起的疾病。那最常见就是肺结核。好的副作用呢，最多可能就是发烧。那几乎这个是很多疫苗都会发生的一些副作用。那是最常见的。那再来就是卡介苗，它会接种部位，它会有一些淋巴结肿大跟一些脓伤，那是因为里面疫苗里面的牛分支杆菌，它在接种之后发生免疫反应，那可能会在接种部位的淋巴结，然后导致红肿这样子，那严重就会有脓伤。那基本上，如果脓伤红肿的地方没有扩大的话，观察就可以。那大概三四个月，如果还没有消的话，才需要找医生这样子。那他们就会帮助你，就是把那个脓伤跟那个红肿地方检查，或者用细针穿刺的方法把它处理掉。我觉得恐怖一点的副作用是骨髓炎，那这个的副作用可能会延到那种一年都有可能会发生。这边就是有一个范例是，那家长可能会发现说小孩走路怎么一跛一跛，然后脚的局部肿起来，照了 X 光才发现说骨头有问题，那有些医生那可能就没有想到，那可能是肿瘤，然后就把它开刀开下去。那家长可能也没有想到是疫苗，因为可能已经过很久，过一年了，就没有想到是疫苗的副作用，所以特别的注意一下。有统计过，就说78年到109年，它是申请救济最高的疫苗。然后我刚 Google 有很多人说它是魔王针啊，或是大魔王疫苗，但是也有家长说其实还好，他的小孩没什么反应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打完之后还是有必要比较照顾跟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到了，其实已经到了。我们下车吧。好。我是一个一个的。被吵醒了。这个很没关系。那个六十四十好像多少？64是不是？结果我们刚去那个宜兰市卫生所，然后他跟我们讲说，我们时间应该是记错了，应该是10月14号，就是下个礼拜。因为卡介苗它就是要一打开之后，它就是要在2个小时之内打完，所以就是预约好、安排好时间再去打这样子。有些医院它是要特别去约时间，不是像一般预防针一样，你什么时间去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才11点啦，就算吃早午餐好了。到那边就差不多午餐了啦，11点以后就算午餐了。先包，我怎么真的有点困？然后睡得比较晚。对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虽然很早就睡，但睡不着。可能是我们有打流感疫苗，然后我们又开会开比较晚，开到在10点多。然后我弄一下东西，影片啊、照片或是整理东西，大概就是12点1点了这样。对。然后今天6点多就起来了。好，吃午餐。耶、是吗？
开放期，什么开放炸鸡三明，基本上就是炸鸡三明这样子。是有种炸弹的感觉。对啊。炸了的。对啊。哎，然后下面有苹果。就是要切开来配着吃。我需要刀。前面啊，哇，很香哎，还有卤肉的味道。You're having a great time. You can read it on the faces. It's a minute to midnight. There's no way I'm feeling blue, 'cause in a minute at midnight, I'd be busy kissing you.